情书间看你，无量诸天菩萨更希求你的陪伴。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师兄师姐们，我们要来谈《无量寿经》之前呢，必须啊，要跟大家交代一下，为什么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么的被古代的高僧大德以及现在的台湾各界的宗教如此的推崇。好，首先呢，如果我们谈到净土法门，就会去看到净空法师的一个协会，他们很尊崇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而这句阿弥陀佛呢，我会查到就是有鸠摩罗什的一个版本，还有就是玄奘大师的一个直译本。因为鸠摩大师他在秦朝的时候，他译出了这个阿弥陀经啊，这一本阿弥陀经，他是用意译的，就是意思是说他用意思去翻译，我就把这个原文的意思翻译给你。而唐朝的三藏大师啊，玄奘大师，他是直接看着梵文来做翻译啊，这下子就很有趣咯。那么是谁翻译的比较准确，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推崇鸠摩罗什使用的就是用意思来翻译的这一个版本，为什么我们念的都是鸠摩罗什的版本，意思是这样。另外我也关心到就是在查这两本翻译的版本的时候啊，我看到没有很直接的写到就是净空法师所提的，就是那位下莲居士，对不对？下莲菩萨，一个菩萨界的下莲居士所提倡的21个字，就是意思是说，这些版本现今我们读的鸠摩罗什版本少写了21个字。而这21个字的由来呢，就是由这一位下莲居士，这位菩萨居士他帮我们去找出来的。他从一个找到了。原来这一位居士啊，他很精通于就是这一个校对哦，就是我们说那个翻译佛经啊，就是会去有找校本，而且他汇集这一个鸠摩罗什的版本跟玄奘大师的版本之后呢，他又发现有一个六朝人手书当中，而就是有一个手写书刻在石头上面，刻了21个字，这21个字大家真的要背起来哦。意思是说，专持名号，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事多善根福德因缘。换言之，你想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得到一心不乱，还有很多的善根福德因缘，原来靠的就是专持名号，
诸罪消灭。哦，所以我们在读《阿弥陀经》的时候就会记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于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必须一心不乱，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就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哦。然后净空法师这边很慈悲的，但您大家可以去找他的视频，然后去看一下这21个字的由来。但是我没有被说服，因为我是跟这一位玄奘大师一样，玄奘大师他出家前也跟我一样姓陈，而东陈。大家要知道，玄奘大师是法相宗，他是唯识出名的。换言之，我们这种人哦，你不给我证据啊，很确凿的证据，我们是很难相信的。所以我又再去找其他的古代的高僧大德。像净空法师也是说啊，就是玄奘大师最出名的弟子就是窥基，哦，窥看的窥，基本的基，窥基大师啊。他要写这个阿弥陀经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解释注解，他采用的还不是他老师玄奘大师的，他采用的版本也是鸠摩罗什的版本。换言之，就是很多人其实很坚持自己心里面对阿弥陀佛的想象，而我们就会去想要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专持名号。结果呢，我就去找到一个偶义大师，偶义大师他好像写了一个跋，你要知道那个跋呀，上面的字一定是很一定是很庄重严肃，因为其人将死，其言必善，就是这一位偶义大师，他在往生前做了一个反省。他怎么反省？他意思是说，他出家的时候，这位偶义大师，偶义智序大师啊，哦，大家可以去查他的资料，就是他有写《佛说阿弥陀经要解》，要是要不要的要，解释的解。佛说阿弥陀经要解是他写出来，但是在他活49岁的时候呢，之前他有写了一个跋，那个跋上面有一段话有震撼了我。他说只此信愿庄严一生阿弥陀佛，举笔于几某某年啊，几月几日，哦，然后托稿于几年几月几日，然后写10月初，凡9日所成。意思是说他写了这一个对阿弥陀佛提示大家一定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而且只专注这相信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9日所成就的。他说所愿一句一字闲坐资粮，一见一闻，就是看见的见，听闻的闻，同皆不退。哦，你跟我只要看到了我所写的这些，所记载的这些，哦，包括他的佛说阿弥陀经要解，都是我们一同当同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信疑皆值道种。意思是说，你相信也好，你怀疑也好，我们都把它植入在你的道种志，就是提醒你，就是佛道不退的这种道种志，哦，就是皆值道种，就是让您未来可以升起念佛法门，或者是增长善根，或者是你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的意思是这样。然后赞谤
等归解脱，你赞称赞我也罢，毁谤我也罢，我们两个等归解脱。哦，这一位高僧大德，哦，他写了这么，就是，我觉得他是掏心掏肺耶，然后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文采？他说：“仰为诸佛，就是仰望唯有诸佛菩萨摄受证明。”哦，这个阿弥陀佛这一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这边啊，因为有去查那两个翻译本，好，就是三藏大师他的经名是说《佛说阿弥陀经》，而另一位三藏法师，唐朝的三藏法师玄奘大师，他的经名写的是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个在我而言呢，因为我有学过梵文，然后看过梵文的阿弥陀经，所以我也会很觉得很奇怪，很莫名，为什么两个都是大德法师，他们翻译的名称不一样，那梵文又是怎么翻译的呢？结果这边查，哦，他写 Sukhavardi Vyuho， 好 ，Nama Mahayana Sutam， Sukhavardi 就是极乐，Vyuho 就是庄严。Nama 就是名字，Maha 就是大， Yana 是秤，然后 Sutam 是金，连起来叫做极乐庄严名字大乘经，极乐庄严名字大乘经。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思考刚刚所说的，玄奘大师是经名是写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而鸠摩罗什却说是佛说阿弥陀经。我这里就自己在思维，奇怪，难道是一个促成就吗？而一个是相信主成就，那到底谁才是对的？怎么一个人是钻研了他翻译了这一本经，玄奘大师翻译了这本经，他看到的是极乐世界的庄严国土，他的环境，他的生态，好，所以他就觉得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而这一位鸠摩罗什他是说佛说阿弥陀经，这是主成就吗？他相信的是主角。可是话又说回来，梵文他说极乐庄严名字，极乐庄严名字，那么这样是庄严这个极乐的名字，那还是在指归阿弥陀佛啊？我个人是这样诠释，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我们有相关的研究，也希望会可以提升，然后未来我也会有福报可以知道你的研究。在这一边我又查了一些，除了梵文我去比对它，我就再仔细的看他们两位法师的一个翻译，然后比对他们不同的部分，比较他们不同的部分，我现在也跟各位做一下介绍哦。首先，他们不只是经名不同，他们其实呢，在我们都知道，刚开始我们会念到1250人句都是大比丘僧，对不对？然后都是大罗汉，众所知是。
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舍、摩诃迦旃延，对不对？摩诃俱伽罗、离婆多、周利盘陀伽、难陀、阿难陀、罗侯罗、交梵波提、丙头卢、婆罗多、迦六陀夷、摩诃杰宾那、薄居罗。可是在这边呢，很有趣的现象是，玄奘大师他是省略的，他的那个1250人句的大罗汉啊，只剩下尊者舍利子、摩诃目犍连、摩诃迦舍。可是我这里的梵找到的梵文资料本是比较倾向于鸠摩罗什的翻译的一个梵文，就是那些阿罗汉的名称上阿难这些罗侯罗都有翻出来。哦，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阿楼陀，那个就是阿那律尊者，在鸠摩罗什的版本是阿楼陀，而玄奘大师翻出来是阿尼律陀。我也是找到这一个资料才能够写我的不动地菩萨，就是阿比拔智不动地的一个研究，我也就是找到这个资料，因为也是很感恩哦，感恩玄奘大师的保佑。然后在这边呢，文殊师利法王子是谁？是那个鸠摩罗什的研究，他翻译出来，而这一位玄奘大师他却翻译成妙吉祥菩萨。然后我们所熟知的弥勒菩萨在鸠摩罗什这边翻译的是阿逸多菩萨，而这一位玄奘大师他是翻成无能胜菩萨。这是很有趣，他们两位的翻译，如果你这样比对比对啊，你会看出一个什么心得，你知道吗？看出一个就是不退转的智慧，就是加深你对阿弥陀经的一个信心跟法喜哦。因为像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被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大师他是翻译成前陀诃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他们两个都翻译一样，所以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有时候那个执意的也不一定只有玄奘大师。我发现那个谁，鸠摩罗什大师在这里，他对菩萨跟佛号的那一种名称就很保守，他就会有时候好像就是你看阿逸多前陀诃提，有没有所以为什么到那个玄奘大师这边就能够转成不休息菩萨跟无能胜菩萨，这也是。而且还有我们也知道，就是文殊师利 就是比较像梵文嘛， Maitri， 可是妙吉祥那一位，那个我们都知道玄奘大师是直译，就是直接帮梵文就直接译出来，可是那一位鸠摩罗什他是译，他是意译，就是意思照这个意思啊，但是等同的意思翻成中文，以中文的意思来让大家中国人知道。所以有时候你要去比对经典，你才会知道说好像也不是这样哦，有一些细节啦。在这边呢，他们除了名字那一位比丘的姓名列举的人数不一样啊，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菩萨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这边就谈到了一些天子，然后鸠摩罗什就直接就只有释提桓音，你不觉得很奇怪？也是感觉好像是直译哦，他又没有把它翻出来的感觉。而那一位这一位谁呢，那个玄奘大师这边他就翻出来，就大梵天王啊、护世四王啊、堪忍戒主啊、诸天子众，而为上，就像这些上首他就写得很清楚。再来就是鸠摩罗什这边版本说无量诸天大众，可是在
玄奘大师这边就变成无量天人阿苏罗，这里就没有翻了。阿苏罗很明显就是，很梵文的那种 feel 哦，哦，好，然后，再来后面这边就感觉比较像，是鸠摩罗什呢翻译的，就真的是照他自己的意思。这里开始以来，因为我看比对梵文的资料，这一位。玄奘大师啊，他就会开始会有很多的舍利子在梵文这里就 Shariputra， 因为我这边就有很多的 Shariputra， 可是会在那个这一位那个因为那个鸠摩罗什就找不到，可是也不是找不到，原来只差一个字，就是这里是鸠摩罗什大师是翻译成舍利弗，而玄奘大师他是翻译成舍利子。哦，我这时候才豁然开朗，他们两位的翻译也是很有意思的。再来。鸠摩罗什说：“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而玄奘大师就翻译成：“其中世尊名无量寿及无量光，如来应正等觉十号圆满，今现在彼安稳住持，为诸有情宣说甚深微妙之法，令得殊胜利益安乐。”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我大约列举到这边，然后比较让我引起更大的注意的一点是，他们有这两边就是因意义跟直意的交互作用之外呢，另外你看我们关心到八功德水，我们都奇怪哦，我们熟悉的阿弥陀佛的版本，阿弥陀经的版本是鸠摩罗什大师所写的，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然而在玄奘大师这边呢，他写的八功德水就列举出来，何等名为八功德水？他说弥满其中的八功德水，一者沉静，二者清冷，三者甘美，四者清软，五者润泽，六者安和，七者饮食除饥渴等无量过患，八者饮已，就是喝完的时候定能长养诸根四大，增益种种殊胜的善根，多福众生常乐受用。在这边呢，其实都是描述环境，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殊胜，所以呢，让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难怪那位玄奘大师他的经体就写佛所称赞净土经，的确是这样。再来，我们看到那七宝庄严哦，七宝庄严在这边呢，鸠摩罗什大师的版本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言饰之，但是就是在玄奘大师这边他写的更清楚，他可是他有些没有翻译出来，他写四宝庄严甚可爱乐，四宝庄严是在四面的周匝有四街道，然后诸池周匝有妙宝树啊，兼是行列香气芬馥，七宝庄严甚可爱乐。言七宝者，他开始说七宝：一金、金银、废琉璃，还有破之家、赤珍珠，还有一个是阿湿摩迦拉婆宝，还有一个是。某梭洛揭拉婆宝，这可能就是一个梵文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它的原文它就没有翻译，就后面就会
就会看不到这个鸠摩罗什的版本所写的砗磲跟玛瑙。可是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是赤珠？因为鸠摩罗什版本是写赤珠，红色的珠子，所以原来珍珠不可贵，你要赤珠才可贵。因为在玄奘大师这边是写赤珍珠，就红色的珍珠。换言之，就是佛教事业有时候会搞做一些佛就是物流买卖物那种流通处会有一些同时就是佛珠的珠宝买卖，好像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证实哦，就是其实西方极乐世界让人向往的原因也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都知道阿弥陀经有谈到莲花，池中莲花大如车轮，对不对？然后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但是在玄奘大师这边的版本呢，却提到就是不只有光还有影哦，影子哦，青形青显青光青影，黄形黄显黄光黄影，赤形赤显赤光赤影，白形白显白光白影，好，四形四显四光四影，哎，这很有趣哦。还有影子，好，然后就那位鸠摩罗什有提到这些光啊是微妙相结，但是在玄奘大师这边鸠摩罗什大师这边是说这四个光是微妙相结，但是在那个玄奘大师就没有这样翻译，他就直接四形四显四光四影，两个人的那个思考路线，我这里就可以明白，很有趣哦。就是那一位鸠摩罗什的想象力比较高深一点点，然后因为鸠摩罗什大师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用他就是梵文的熟悉的梵文语言，然后把他的意思就是转来我们中国国土学习中国的语言，然后用他所知道的意思，然后再把它翻译出来。而玄奘大师是中国人，他就去学梵文，然后再把梵文的那个知识很恭恭敬敬的就是直接的就是把它翻译出来让我们明白。所以他们两位的那种一种很随性啊，一种很正直的那种性格，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我开始见证到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的原因，因为这两个版本都同时一直强调天乐声音。这里鸠摩罗什大师的版本就写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而玄奘大师这边他是写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土中自然常有无量无边众妙伎乐，音曲和雅甚可爱乐，诸有情类闻思妙音，诸恶烦恼悉皆消灭，无量善法渐次增长，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他说舍利子，彼佛土中有如是等众妙起士，功德庄严甚可爱乐，是故名极乐世界。这时候呢，我看到这里啊，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个声音对我们就是、音乐歌曲梵拜金忏对我们的修行，在这一位玄奘大师这边的他当时拿到的梵文版本是不是跟我现在拿到的梵文版本不一样呢？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资料跟这一位
玄奘大师的梵文版本的直接、翻译的一个资料呢，做一个比对。可是很明显的是两、我这样有三个资料，手上有三个资料，很明显都强调天乐声音只是这一位玄奘大师他特别强调听闻这个妙音，诸恶烦恼悉皆消灭，无量善法渐次增长，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换言之，我们要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跟这一个极乐世界的这种佛乐很有相当的关系。所以读到这个资料啊，我会觉得说，就是建议大家直播前的各位精进菩萨们，还有法师，你们在抄经的时候乃至行住坐卧，你们有在念佛的时候也是可以播放一些念佛的佛乐来帮助你修行，因为这样听的话可以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以及诸恶烦恼悉皆消灭，无量善法渐次增长。哦，我就这一点就很可贵。到后面会让我很关心的一点就是一心不乱的部分。哦，因为两玄奘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两个人翻译的不大一样。玄奘大师是翻译一心细念，而鸠摩罗什大师是翻译一心不乱。哦，那个版本出来就是玄奘大师这里写，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土中，无量寿佛常有无量菩萨弟子，一切皆是一生所系。这里的一生所系不知道是不是在说一生补处哦，因为看到鸠摩罗什的版本这边是指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鼻拔智哦。然后这边右边这边玄奘大师又有谈到，就是若诸有情生彼土者皆不退转。而且他又强调，必不复堕诸险恶趣，边地下界灭力居中，常游诸佛清净国土，殊胜行愿，念念增进，决定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强调这个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或者是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玄奘大师一直很强调的这一点。就是说你念这个阿弥陀经，你称念这个佛号，就是可以得到这一个功德利益。而两人呢，这边鸠摩罗什版本是说，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而玄奘大师这边是写，舍利子，生彼佛土诸有情类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非少善根诸有情类，当得往生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清净佛土。两人都强调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而且玄奘大师这边就是提到的是，你生到这个佛土的所有的众生就可以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可是就是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鸠摩罗什这边大师这边是写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这一段两个人就好像一个是谈果，一个是谈因，所以这里就好像两个人的那个这一部分的翻译是有出入的，也不知道学者有去注意到这个部分的研究吗？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很关心的是为什么要专持名号，在这边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现。鸠摩罗什版本写，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而玄奘大师的版本这边有舍利子，若有尽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得闻如是无量寿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啊功德名号，极乐世界功德庄严，闻以思维。注意这里，闻以思维，这里令我很好奇，不是只有鸠摩罗什大师所写的执持名号而已。所谓的执是执着的执哦，执持名号就是持续哦，是不是这里这个梵文的现象在他们那时候看来已经有了一项专念专持名号的线索了，专持名号的线索是不是就在这里发生了呢？因为这一位玄奘大师他说，这句佛号不是只有诵出来而已，读出来而已，你要听闻之后还要以思维。我们来研究一下闻啊，闻其实有听到的意思，就像百闻不如一见嘛，对不对？听闻的闻也有传达传播的意思，还有就是你看很多人如果他无法传达就会怎样，他就会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你看哦，那个什么听而不见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不对？啊，如果说听闻这个见闻就有还有知识见闻广博嘛，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名号，听到这个名号，要去思维这个名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只有短短四个字，玄奘大师他说要执着的执持名号，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字。但是玄奘大师他所用的闻以思维很震撼我，因为原来这句佛号不是只有一直念，你还要念到自己听到，还会听到可以想到它。你要念佛号念到可以想到。那么我们都有看过楞严经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以及大势至菩萨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
纪念相继，就很像是步入这样的一个一心不乱的修行法门方式。而一心不乱，哦，都在 这两位大师的翻译当中找到了一个提出的很清楚的部分，哦，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是我们的熟悉的版本。而这里是玄奘大师是翻译，若一日夜，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细念不乱，就是要细着这个念头，细念这个念头而还不能乱，心不能乱。那我这边又继续看梵文的版本，好，梵文的版本在刚刚的文以思维跟执持名号这边的梵文，它是翻译成他将听受闻，好，还有意念，哦，所以这就帮那个玄奘大师这边的文以思维啊，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你这个符号要听到，还要感受，听到感受之后，还要有刚刚所说的哦，传达见闻，对不对？好， 还要有就是听闻，好，所以这个听受意念才是这一个执持名号，执持名号的解释。你听到这句符号去感受它，还要去意念它，听到闻到感受意念，哦，我要做到这种程度，难怪可以一心不乱，因为要还要持续一日，一日到七日。另外我们还会在这一部经里面又发生了就是后面啊两个大师的那个对东方净土、西方净土、南方北方净土都做出了那个佛号，其实是翻译的也很不一样，哦，这大家也可以去找出网站这个资料去做比对，比较特别是玄奘大师这边连那个西南方、西北方的佛号都写出来，而很特别的是鸠摩罗什大师这边是省略的。另外因为我很喜欢动物，所以也关心了极乐世界的动物有翻译了谁。我这边找到的是我们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诸鸟并不是真正的就是三恶道，而是诸那个阿弥陀佛为度化众生所变化出来的，哦，然后我这边查到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师他这边所翻译的是哪些动物呢？我们都知道有孔雀，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平伽共命之鸟。而就玄奘大师这边的版本是说，有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土中常有种种奇妙可爱杂色众鸟，所谓鹅、燕、秋鹭、红鹤、孔雀、鹦鹉，还有羯罗、平伽、命命鸟等，啊，后面好像他是没有翻译，就直接把共命之鸟就直接写命命鸟。而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是嘉陵平伽，在玄奘大师这边是迦罗平伽。
那都是他们两个好像都不懂这个鸟，还是也懂，只是就是不没有把它找到中国相应对等的生态生物，所以它无法写出来，所以就用元音元范文的音。可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多了天鹅的鹅，哎，哦，这个天鹅的鹅原来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动物，还有秋鹭也是，还有宏图大展的宏原来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吉祥物，哎，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就是说原来不只是白鹤孔雀鹦鹉，原来还多了天鹅的鹅，啊，还有雁，还有一个秋鹭，还有一个鸿，这是很有趣的那个众鸟的分，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而我今天做了这一个直播啊，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很有收获。我收获到了，就是说为什么有人愿意要专念这一个阿弥陀佛的佛号，原来就是转结浊为清净海念，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哦，这就是阿弥陀佛原来就是偶益大师这边一直强调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成佛，原来他靠的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得到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翻译中文叫做无上，三藐三菩提翻译成中文就是正等正觉。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想成佛吗？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的时候都还可以靠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呢。而法藏大师就是法藏和尚，就是一个愿王，他发了48愿，这个愿就是有佛及人寿命皆无量之愿呢。而为什么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在那边很多的凡圣同居，凡圣同居都是很多的圣人，这些圣人是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菩萨这些圣人就是修道像弥勒菩萨观音菩萨这样，而且在极乐世界这个环境全部都可以是一生就成佛，因为那里是阿比拔至不退转的所有菩萨居住的地方。而又有偶益大师啊，其实不止啊，好，我据我这边所查的资料是还有一个云栖大师，就是莲池大师，其实也是为我们背书，就是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而且是一向专念。尤其偶益大师写的让我很感动，哎，念佛三昧，他意思是说他仗着自己精通大乘经典，哦，说法无碍，所以他不知道原来这个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是这么殊胜。他是查了这个妙宗钞跟圆宗钞才找到阿弥陀佛这个念佛三昧，他这时候才 整个就是方肯死心放下他所有的，当然包括他生病啊，他那时候生病然后急着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很心切，可是他无法说服自己为什么要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于是他就是看了我刚刚说的妙宗钞圆宗钞，他真的找到念佛三昧之后才真正去把这个火候念起来。所谓就是读书嘛，哦，当然我不敢说能够做到汗牛充栋，可是最起码我们就是凡事不宜苛刻，但是读书就不得不苛啊。
如果凡事不宜贪啊，但买书不可不贪啊，凡事也不可吃啊，行善不可不吃。这念佛啊也是不可不吃呢，哦，就是念阿弥陀佛原来就是要还是需要去读出为什么要念它。我是属于这样的人，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嘛，但没有会意的时候便欣然忘食。我是没有欣然忘食，但我找这些资料却让我就是会忘记疲惫，整个人就是很陶醉在这一个念佛法门的世界里面，然后找到了一个新的皈依处。也是希望就是在直播前的各位菩萨法师们，你们可以跟我一样，就是专持名，今天得到了一个法宝，专持名号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的因缘。找到了这一个资料之后呢，让我发现就是非常的法喜充满，然后也将希望将这一个法喜啊，也是跟这一位弘一大师所写的，他说的愿所愿一句一字闲坐资粮，一件一文同皆不退，信宜皆直道种，赞谤等归解脱，仰为诸佛摄受证明。真的写得很好，很感动我。原来真的要好好的紧追着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专心的修持这一个佛号。也因为知道一定为什么要仔细就是来修持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才能够在无量寿经这边，无量寿经这边找到一个依归，就是能够有一个立足点，就是为什么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一个认识啊，还有对他的一个整个描述是这么的投入，这么的愿意去开展阿弥陀佛世界，让我们知道。也是希望今天做的这个直播呢，能够也对您也会有一番的，就是对净土法门的一个帮助。阿弥陀佛。